啊，你都 OK 喎，幾靚喎！你成日游說我變性啊？唔係，你注定係一個女人嚟，你做自己啫嘛。誒，你又冇後位喎？你又冇。咁大家特別好奇啦，好多人會想知道。我知道你好想知道啊。個手術啊，大佬點樣去準備個手術㗎？心理其實最重要，咁但係當然咧有其他好多嘅工具啦，咁譬如咩衛生巾啦，因為咁快要用？要㗎，因為滲血啊嘛。唔係未做手術之前喎，譬如入咗院嘅時候。咁你要帶去㗎嘛？佢要你帶去。係啦，咁我朋友就 OK， 係佢其實係啦，佢只係俾棉花你嘅啫。咁個手術嘅過程要幾耐咧？如果喺我嚟講，就分兩 part 做啦。咁分上身下半身，咁上身咧其實就個零鐘頭做好噶啦。上身有啲咩整？咁快噶咋？狼啊嘛，等於怪得人哋飛一轉韓國就唔同咗翻嚟啦。係啊，即係上身就係隆胸啫。係啦，當然其實有其他朋友需要做埋其他地方，就係譬如好喉骨啦，或者譬如你嗰個腮骨係太過闊嘅話咧。啊，你都 OK 喎，幾靚喎！你成日游說我變性啊！我要做心理評估五年嘅可能，繼續講翻先。但係有啲人其實腮骨啊各方面都係比較闊啲、男性化啲嘅時候，其實醫生都會幫佢處理埋嘅。譬如磨腮骨啦，或者打嗰啲Botox 啊，或者係譬如磨下巴，或者係磨最慘就係喉骨啦。點樣磨喉骨㗎？你又冇喉位嘅喎，你又冇，你一廂情願啊！咪點樣磨喉位？唔係啊，我個錯人啦。唔係啊，其實真係嗱，你睇阿 Fingo 差唔多，佢突啲，你又少啲，其實我同你接近噶，咁我冇做到噶，係咪啊？嚇！我冇做到。但係咪食嗰啲荷爾蒙會令到佢慢慢收縮㗎？唔會㗎。點樣磨手佢咁喺入邊整？嗱，有幾個方法。第一個方法咧就係呢度解開佢。係啊。然後點啊？然後就磨走嗰啲軟骨咯，然後就連翻埋，咁所以做咗手術之後咧，呢度有一條好明顯嘅疤痕，咁但係做得好嘅好得意。如果泰國嗰邊做得好咧，其實佢喺紋嗰度做咧，基本上你唔係好覺㗎。我即係以為係頸紋，係啦，但香港做咧就比較覺啲咯。係咯，喂，但係佢有頸紋係咪其實佢都係佢做咗個手術？唔係呢個位嘅，哦係，哦唔係呢個位 ，OK， 唔係呢個位嘅。咁嗱都呢上半部分就個零兩個鐘啦，當。係啦，如果做下半身咧，通常都七八個鐘到咯。下半身係咪要分第二日做㗎啦？等你唞一陣先㗎。唔係第二日，係第二次。哦，嗱，以前嘅係啊，第二次要隔幾耐咧？隔幾耐啊？大概其實半年到啦，但係都要等半年㗎。其實冇所謂嘅，視乎你覺得 ready 就可以同醫生。即可以，如果 ready 嘅話，一鑊過搞掂曬上下都得㗎。都有㗎，以前其實普遍就一次過搞掂㗎。哦，咁你咧你自己係分咗幾？我分兩次，都係隔半年先整。係啊。係點解要分隔半年咧？你我諗咧，有時諗下嗰個手術其實八個鐘頭㗎嘛，我麻醉咗唔辛苦啫，醫生都辛苦㗎嘛，係咪先？咁同埋其實醫生都講過。我哋有啲朋友咧，其實做咗手術好痛啊！包括咗我有個朋友，淨係做上半身咧，其實佢都話好痛，但係我又好出奇啦，做咗基本上咧，即刻就唔痛啦。嚇！係啦。哇！你咁犀利真係。咁我大概一個禮拜已經翻工啦，做上半身。一個禮拜翻工。上半身。咁你真係注定係一個變性。係，唔係你注定係一個女人嚟咧，做自己啫嘛。係。係啊。OK， 咁到下半身啦，就要做七至八個鐘。是啊，咁但係我好多朋友上半身下半身都好痛嘅時候，如果你一起做嘅時候，咪好辛苦咯。喂，咁但係到而家啦，咁啊做完呢個手術之後啦，咁係咪一直都係未揾到你啲真命天子嗰啲咧？講呢樣嘢，有啲坎坷咁樣。其實咁嘅，我諗佢嘅心路歷程，咁啊而家去到最尾。我在手術前一直都不敢拍拖，就話覺得我好擔心會傷害另一個女性啊！未搞掂自己好似係嘛？係啦，我根本未搞掂自己，我不如決定咗做手術先算啦。咁但係當我決定手術做手術之前，其實都有兩個女性朋友啦，佢都 approach 我就話不如唔好做手術啦，同佢哋試下。發展關係咁啦，咁但係就最終了解到佢哋都要我，需要我係做翻一個所謂正正常常嘅男人啦。咁我覺得冇辦法接受得到咯。咁而我手術後嘅其實我諗
一路我自己都會覺得是沒有機會的，但是又很有趣，在這幾年裡面我做我組織的當中，其實我見到我身邊幾個朋友都拍了拖，都是無話不成話，都是男變女的變性人，未做手術的，跟了一位女性是拍拖，還有個關係都很好，都是成功的，成功的，所以我自己都帶著一個希望去走這條路。那我又想問一條，咁你接唔接受？如果你嘅女朋友嚟噶，佢都係一個男變女嘅變性人。咁大家共同話題啦。其實呢個問題我諗咗無數次噶啦。係咁點咧？咁你結論係咩？係我唔愛。我好衰嘅，我好衰嘅，即係我係真係我會喜歡一個即係天生個女仔多啲嘅。哦。因為我在身邊其實都不乏一些很漂亮的變性人的，即係同我一樣男變女的，因為我喜歡女仔嘛，梗係揀翻男變女的啦，咪先？咁亦都係很多很漂亮的，咁我成日諗大家有冇機會發展呢，咁但係又好奇怪的，直到而家我都係有啲覺得過不到咯，但係當然不排除呢個可能性嘅。係啊，我覺得仲有機會，因為即始終你自己的身體都是咁啊，你只要人接受你，點解你不可以接受人別人哋咧？咁呢樣我喺處理緊嘅，係啊，祝福你啦！嗱，你講下啦，你嘅組織係點樣先？同大家講下先。嗱，呢本書咧係我最近出版嘅一本關於跨性別嘅手冊啦，入邊有介紹咩叫跨性別啦，咁同埋就話一啲好簡單嘅理論。咁個零鐘頭睇完㗎啦。不如講下你嘅組織嘅名先啦。個組織就叫跨性別支援中心啦，英文叫 Transgender Resource Center 啦。咁係一個幫助變性人同埋就話去。點樣講呢，我不希望用，其實不應該用幫助去講，就是用教育出發，去希望令到圈內和圈外的人都能夠了解到什麼叫跨性別，同埋令到他們容易渡過這個難關，或者是一些比較不是那麼容易經歷的一些事情啊這樣咯。因為圈內人其實講真的是很少人理解到自己是怎樣，因為你今天你不說我們真的完全不知道，是啊，有很多問題不要說是你們，其實圈內人一樣有這些問題存在的，但是他問完之後怎樣呢，你們比較好一點，因為你不需要去做個決定嘛，但是在他來說你還要想很久，是啊，很多時候他們反而是令到他們有抑鬱想自殺，各方面的問題都會存在的，咁係啊！我哋而家好多個案都係隨時都會有生命危險咯。因為我睇好多展報咧，係有啲你啲姊妹又好啦，即係做咗手術又會都會去自殺嘅喎。會㗎，因為前後都好多心理嘅障礙。其實我點解要搞呢個組織，就係2004年到2005年，我有兩位朋友分別，兩位朋友，一位做咗手術嘅，一位未做手術嘅，都離開咗我哋咯。咁所以我一路自己我都好擔心身邊嘅朋友再有一個咁樣，咁好可惜啦，喺今年嘅六月份，其實都有另外一位跨性別嘅朋友都係燒炭過身嘅。咁我雖然唔識佢，咁後屘了解咗之後，其實我另外一朋友喺30年前都同佢好好朋友嘅，咁覺得即係冇辦法唔做落去啊，因為即係生命嗰種可貴，而呢個社會上面冇其他人明白到佢哋。而我哋自己圈內嘅人都唔去努力去幫翻佢哋嘅時候，其實真係冇人幫到佢哋咯。你哋唔團結嗬，大家好啦。